美女志工的专业，答案令众人意外。好高，又一个好高了。对，那我跟你讲，先让我们猜，看你身上有些什么，好不好？五岁，捏泥巴，问候爸妈。好了，请讲，到底捏泥巴，五岁，问候爸妈，到底是什么的志工呢？猜猜看哦，带小朋友，志工老师，独居爸妈，请问有人猜对吗？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